伴，快乐来运动，健康动作。Hello， 大家好，我是千文哥哥，我是欣怡姐姐。各位同学们，我们要上课了，耶！今天要救的是 Lucky。欣怡姐姐，你知道吗？今天呢，我们要拿乐器一起来跳舞哦。乐器？什么乐器啊？该不会是鼓吧？还是口风琴？你那个是玉米吧？你拿玉米的 stabbing 的？有吗？虽然之前呢，我们跳过丢回去，有香蕉丢进来一起跳舞。香蕉。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拿乐器哦，怎么跳呢？马上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小龙女老师。Locking Happy Time， 对不对 ？Happy Time， 我觉得我每次最爱跳的就是 Locking。那听说今天有带乐器来，是不是？对啊，在哪里？来，请把吉他拿出来。吉他拿出来。哪里？哎，这样就在这里。的吉他，国王的吉他。那我可以亲和力力吗？对，小的也可以。小的也可以。所以今天我们要用吉他来跳舞喽。对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 Funky Guitar。Funky Guitar， 好有趣。弹个吉他，然后边跳舞弹。好了，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各就各位来学 Funky Guitar。Let's go！ 好哦，那要讲 Funky Guitar 之前，我们先做前律动。前律动，对，因为它会用到很多腰部的律动。好，对，我之前呢，如果有收看前几集的朋友，就会发现，Lucky 也很除了上律动之外，也很喜欢用到前律动。对对对，对，好，所以我们身体呢，跟着我摇摆。身体往前鞠躬，鞠躬，往后回来。那弧度就是像这样，对不对？大概45度这样。45度，45度左右。对对对，一点点就好。那所以你的膝盖跟腰跟屁股都放轻松。好，往后，对，屁股往后摇的时候呢，身体自然就会往前。哦，其实在做律动的时候，有人很轻松，可能膝盖脚会太紧，就会不好律动，对不对？其实要放松的，对，全身都放轻松，对，放轻松的去摇。对对，然后呢？前面如果是重拍的话呢，后面的弹性就是弹回来 ，one, two, three， 对，前后一组的时候呢，你就会抓到那个弹性。好，试试看哦，五、六、起往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那我们要在摇的时候呢，往前的时候，第二次的时候，当你一、二，第二次的时候，我们试着把你的脚抬起来，把你的右脚抬起来，我就七八一二，再次三四五六七八，对，很好。那抬起来的时候，就会抓到那个摇摆的瞬间，对。然后呢，身体往前的时候，把大腿抬起来，对，好。然后这时候你就把你的吉他拿出来，好的，对，好，准备哦。每一次摇摆的时候，我们就弹一下试试看，先摇摆就好，先不要抬腿。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那其实我刚刚还是会在每一下中间再顿一下，会比较顺。对，如果只有一二三四，就觉得好像呢不够过瘾，呆呆的，对，不像真的有在弹吉他的感觉。对对对，你要把你的吉他弹得比较丰富一点。所以呢，手我们就是放轻松，打打打打打的感觉。打打打，对对对。然后呢，可以的话也摇摇头。而且我发现老师你在弹的时候也有重拍，等啊大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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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这也太大波了，我是 rock and roll， 千万哥哥金属型男 rock 的感觉，型男 rock， 哇，对啊，金姐姐你嘞，我会另外一种站着训掉，对，还有我故意这样滑下去，这样下哦，对，要不是我穿短裤，老师来评分谁比较厉害，好难题。睡着了，好了，我们还是要继续 funky guitar 好不好？是接下来部分。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题动作。好，今天的主题动作就是 funky guitar。好，对。所以各位同学们，赶快拿出你的吉他，一起来练习哦。好，再凑齐，八，一、二、
三四对五六屁股要往后七八对对对就会抓到比较好那你的脖子要放轻松、oh. 脖子放轻松弹吉他的时候会跟着摇摆、oh. 全身都是放松对全身都是放轻松耶所以第一个八拍我们来画一个圆画一个圆对把你的左手拿出来在旁边侧面的地方画一个圆圆的感觉 OK 对画一个圆之后呢收进来之后呢戳出去戳出去对对再测气把画一个圆戳出去那另外一只手也一样画一个圆再戳出去对五六七八画圆打戳画圆戳耶、yeah, 那在画圆戳的时候也要搭配前后律动不要忘了前律动哦 对, 对要五六七八画圆一个然后戳出去的时候还是一个律动画圆一个再戳对再戳五六七八 one two three four 再一次 five six seven eight 对大家有没有觉得做这个动作就是一种很过瘾的感觉很过瘾对对对就越做越上瘾 对停不下来对那我们第一个八直接就从这个动作来好了第一个八让大家过比较过瘾一点好好再走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在第二个八拍的时候呢我们会原地弹四下好然后再把脚抬起来试试看哦五六七八一二三抬腿五六七抬腿耶、yeah, 这就是慢的 funky guitar 耶、yeah, OK 了吗 OK 对这两个律动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呢、啊、很好玩对因为第一个八先我们先这个做这个画圆的律动对握完之后我就接到吉他了马上接吉他对马上接吉他马上就可以弹啦对对那你在弹吉他的时候你不一定身体都要这样正正的、嗯、你也可以稍微有点角度对自己想要怎么样都 OK、oh, 对随性的对很随性只要你把握的这个律动前律动要记住对前律动要记住让它不会断 OK 好好我们来对音乐试试看哦好这两个律动哦跟着音乐律动哦准备前律动准备哦准备 5 6 7我自己个人很喜欢 funky guitar， 其实有点喘，有点喘，对，其实一动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但是很开心，很欢乐，对不对？没错，相信各位同学也跳得非常开心吧。下段节目来继续学新的舞步喽，休息一下 ，take a break。因为呢，没错，有吉他相伴，跟我们一起跳舞。不管是小吉他、大吉他、bass， 或是特大吉他，都可以。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哇，就是非常开心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前面已经叫了几个八。两个八，对不对？对。好，我觉得呢，我们跳 Lucky 呢，就是非常开心啊，因为他的音乐呢，就是非常 funk， 非常 party， 对不对？对。越跳越开心，所以呢，我们也要继续教下去啦。好。再来呢，第三个八拍跟 funky guitar 还是一样有关系。嗯。对。然后我们刚刚是原地，然后再抬脚，对不对？原地三下，再抬脚。这时候呢，我们第三个八拍，等一下我们来玩一下，换个位置。OK。对，然后呢 ，funky guitar 换位置的时候还可以加转圈。
对自己的自转，自转，对我们看起来是公转，可是我们自己还会自转。会不会有点复杂？因为拿吉他还要转呢。不会，嗯，对，有一个小诀窍的。那我们先来把刚刚的第二个八拍再做一次试试看。OK， 请好，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第三个八拍呢，跟第二个八拍是相关的。我先做一次给大家看，一二。那我比如说我要往这个方向转。三四，然后我又再原地一次，六七八，对我又可以再抬脚。比如说这一只脚先抬，对，你的右脚抬起来，然后放下来之后，左脚要抬的时候画一圈，画一圈，对，然后放下来再抬脚，抬脚，对，然后踩着画一圈，画一圈，对对对，先抓到这一个方法。哦，老师转圈有诀窍，对不对？对对对，就是比如说我这样。然后我要转的时候，头就要赶快先回来，找原来前方的定点，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就很有点像芭蕾的感觉，对，头要先甩回来，甩回来，嗯，我们试一试看看，五、六、七，先原地就好，一、二、三，头甩，五、六、七，头甩，呜，对对，有哎，有比较稳的，对对对对对，各位同学有试看看吗？对啊，金姐姐 OK 吗？可以 OK 吗？可以吗？转个八圈。转个半圈，太困难了，太困难。那我们转一圈就好，第二次就原地。比如说，我先做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OK， 对，应该是一次就可以到位置吧，差不多。可以，可以用这个再偷偷走一下啊。OK， 好，我们再一次哦，从第二个八接到第三个八。OK， 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喽，一。二三四五六原地七八哟帅耶耶耶第三个八拍哦第三个八最后第四个八拍来来就刚刚那个位那个位置对我们第四个八拍呢来第四个八拍的时候就是要吉他的变化好对刚刚我们都是原地抬脚对不对对原地抬脚那我们一样先做这个原地抬脚可是我们都面对这个。四十五度的方向，四十五度，对对对，你的右前方四十五度的方向，试试看，我就七八一二三四，就这样五六七八，好，可是老师，我觉得你还先站中间好了，对，因为我比较可以看到，好啊好啊好啊，我们讲完，我们等一下再来玩队形变化 ，OK， 好，再一次，我就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那吉他往下的时候呢，本来高的在这边弹，低的时候就拉一下，哦，拉一下，对，弹低的时候就拉一下。我这变电吉他了，我要拉一下，那种感觉。对，再一次，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拉起来的感觉不太一样，对不对？对。好，那我们从转圈到这边试试看。转圈到这边。对，我们先原地就好。好。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Good。哦。最后的 ending 就可以这样噔。耶、yeah, ，这第三个八到第四个八我们就完成。好，老师，我看你就是弹的时候啊，因为最后一个八嘛，对不对？就是它有四个点，对不对？对，咚咚咚哒，咚咚咚哒，咚咚咚哒完之后还会再打回来一次，再弹回来。打回来一次，对，那再弹回来一次。刚少这一个，试试看喽。不要抬脚，我们先做前后律动试试看。好，七八。咚咚哒，咚咚咚哒，咚咚咚哒，咚咚咚哒。好，加律动喽，试试看我的气吧。咚咚哒，咚咚咚哒，咚咚咚哒，咚咚咚哈耶！好，我们从第三个八到第四八复习一下，我们来对音乐哦。好，五六，第三个八换位置哦，准备起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咚哒咚咚咚哒咚咚哒咚咚咚哒耶耶，好开心哦！对，好，来对音乐试试看喽。好的，对，不啰嗦，不啰嗦，对音乐，第三个八开始，摇，前律动，拜祭祀。
四，来，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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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哈。对不对 ？Happy，Happy，Happy， 非常 Happy。我刚刚都这样，都上来，都上来了，对对对，哇，都飞起来了，对不对？对啊。好了，老师，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舞步呢，第一个八拍到第四个八拍都教完了，所以现在呢，要进行重点总步行。好，那我们一样从前律动开始慢慢讲。前律动，对，最重要的律动，对，从头到尾我们就一直都在摇摆，对，一直都在摇摆，跟我一起摇摆吧，摇摆吧，五六七八，往前，1、2、3、4、5、6、7、8，而且还要记得要有那个轻重的感觉。然后你看我的脖子，放轻松，对，脖子也会跟着晃动，对，你就不会人在摇，可是脖子很僵硬，头都不动，对，你的全身都要放松，对对，试试看哦，7、8，1、2、3、4、5、6、7、8，对。然后第一个八呢，配合这样轻松的律动，加上手画圆，画圆，对，那手要从高的地方画一个圆，然后收到腰间的时候呢，把手推出去，欠起肚子，是，对，是，在这边 ，OK， 画圆，是，画圆，是，哦，这样好像比较好记哦，对不对？很棒哦，其实还可以再加一点点。这样坐下去的感觉，哎，会更有味道哦。而且坐下去的时候，你刚好坐下去的时候，身体也是往前，对，然后你会有一个高低，本来是高的，突然坐下；本来是高的，本来坐下。对，试试看，来，请把高的坐下，高的坐下，高的坐下，高的坐下。哎，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呢？很好玩。对，会有一个落差，高高低低的。对，高高低低的。嗯，再一次就好。来，请把高的低的。高的低的，高的低的，高的低，哇，好，准备，刚好拿上吉他，摆好，备好你的吉他，对，第二个八拍，身体，好，1、2、3，抬脚，5、6、7，抬脚，然后手就再放轻松一点，顿顿的感觉，顿顿的，对对对，我的7、8，1、2、3，哈，5、6、7。哈，对，很喜欢哈的感觉，对，跟练武功一样，对，哈，没错。在第三个八拍呢，嗯，我们不是要换位置吗？所以会有个转圈，那我们都先原地坐，好，对，坐坐看，我们起，八，1、2、3，转，5、6、7、8，对哦，好，八到这边呢，第三个八拍结束之后，第四个八拍就是它变化了。1、2、3，拉，5、6、7，我拉，耶，对，四就结束，然后呢，最后一个 ending 呢，我们就来噔噔噔噔原地弹一下就好，对，好 ，OK， 再一次哦，我们从第一个八拍到第四个八拍，顺一次，顺一次，好，我们就来对音乐，好，5、6、7、8，1、2、3、4、5、6、7、8，弹2、2、3、4、5、6、7、8，3、2、3、4、5、6、7、8，4、2、3、4、5、6、7、8，噔 ending。老师，我还是有问题，刚刚转圈的地方，我觉得
落脚地方好像会踩不稳哎，踩不稳吗？对啊，你记得试的时候一定要身体是往下压，如果你这样就真的很容易跌倒，这样你重心会跑掉。对，所以你在转回来的时候，你身体本来在后面，你赶快拉起来。对，你身体就可以先回来了。对，抓在这里，诀窍在这里。对，先把你的重心抓回来，稳住你的脚步。对，很好。对，然后就踩稳了。就是这样，有问题 ，very good， 就是要稳。学到了。嗯，我们再一次哦，这个八再说，请八，一、二、三、四，对了，五、六、七、八 ，good。那换个位置练习一次。好，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耶，很棒哦，就是这样哦，成功，成功了，对，我们来对音乐了，对音乐了，好，各位同学，对音乐了，对，把细节的感觉做出来，摇摆，准备 ，five six seven go， one， 五，喊，五，准备换位置，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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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有花，我要叼住。好了，掌声鼓励！太开心，太开心了！哇，今天呢，我觉得学到非常多，不一样的舞步，对不对？对，可以把我们的吉他加到舞里面来。而且其实它就是一个重点而已，然后你可以这样子去玩，去变化。对啊，就变得非常有趣，对不对？今天呢，也谢我们小龙老师教给我们这个 funky guitar。粉丝按赞哦！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快乐来运动》，健康动次动，拜拜！老师，我们继续 Funky Guitar。感觉。